SSD 又减负啦，为各位同学新增网考加油包，与此同时让在线下考试的同学能够拥有更小范围的题库来准备。更重要的一点是，本期预测不仅仅帮各位同学新增了 SSD 网考加油包，还帮各位同学新增了不少的 JK 老师在考场当中考到的原题哦。你想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吗？你想用这些独家的原题独占鳌头，占尽先机，拿下 PTE 考试吗？如果你也想的话，赶紧看好本期整体预测吧。温馨提示，因为预测文本篇幅有限，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发现在预测当中你只看到了某一个题目的代号，并没有找到对应的原文或者答案的话，那么各位同学就可以你在预测当中看到的题目代号，在我们每月更新的高频合集易筋经当中，或者是我们最新升级的基金十三当中找到对应的原文以及答案咯。温馨提示二，因为 PTE 这个考试是全球统一题库的，所以无论接下来各位同学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参加 PTE 考试， PTE 大西瓜每周真题预测都是适用于你的哦。想要用市面上题量最小却最精准的 PTE 真题预测帮助你快速拿到 PTE 目标分吗？那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看好本期预测。 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PTE 大西瓜的 JK 老师，欢迎大家收看 PTE 大西瓜全球线上线下最强每周 PTE 真题预测。我们的真题预测里面是可不会帮你添加那些不算分的 C 定题哦。 OK， 那么本期预测所覆盖的范围呢，是2022年的5月11日至2022年的5月17日，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也在这一个时间段之内，或者未来非常近的一个月之内要去参加 PTE 考试的话，那这一份地表最强的真题预测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哟。 OK， 那废话不多说，接下来进入到各位同学最关心的 Write from Dictation 第一个重点题的部分。那么本期预测呢，在我们的线下 Write from Dictation 的题库当中，预测没有任何新题的添加，也与此同时没有任何生平的句子，所以线下的同学一定要认认真真把我们的预测看起来。这里面有两个标签，一共162句，线下的同学咱们的这个题库100%命中哦。 OK， 哪两个标签呢？就是我们文本当中一个是新题及加油包，一个是 C 定转正。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要去参加网考的同学了。参加网考的话呢，我们的 Write from Dictation 的部分呢，本期预测在网考加油包当中有两个句子，由原来的两个西瓜题目升为了现在最最最最高频的三西瓜。所以如果要去参加网考的同学，那么我在这里给你一个备考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把我们预测当中网考加油包里面三西瓜的题目准备到绝对完美，然后认认真真准备咱们的网考加油包，准备完网考加油包之后再去准备咱们的这一个线下题库同学们要做准备的这个句子。 OK， 所以你记住这个顺序了吗？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重点题库，我们的 Summarize Spoken Text。 那本期预测呢，咱们 Summarize Spoken Text 进行了一波非常非常重要的升级，就是再一次的为参加网考的同学开辟了 SST 的网考加油包。 OK，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还是关心一下线下考试的同学。线下考试的同学呢，就目前来说，本周经过调整之后，我们会确认现阶段线下考试当中极高频的，也就是我们预测当中带优先标签的题目，那现阶段呢一共就只有52个题目，请各位同学把这52个题目准备到绝对的完美，绝对的送分题哦。 OK， 好，那接下来呢，要给参加网考的同学说一下。那么参加网考的同学呢，根据我们上周的观察以及更早之前的观察，就发现了其实在网考当中啊， SST 还是会用到我们非常一大部分的曾经线下考试里面的中低频题目。各位同学记好咯，也就是我们曾经那些要被带删的中低频题目彻底的转为了我们的网考题。与此同时呢， JK 老师把现阶段已经被考到了的那些在网考当中的题目添加上了网考加油包。 OK， 所以各位同学在我们的预测文本当中好好的把这些网考加油包的题目 SST 看起来咯。 OK，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SPT 的部分。 SPT 呢，本周预测没有任何新题的添加，题库非常稳定。然后呢，是我们的 SA 部分。 SA 部分我真的不知道已经说了多久了，30个题目把它们准备到绝对的完美吧。 OK，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口语部分。口语部分再次给大家一个绝对利好消息，就是本期预测呢，JK老师又帮各位同学拿出来两道我之前在正式考试当中考到的题目了。 OK， 两题哦，两题市面上任何其他地方你都没有办法看到的 PTE 大西瓜独家真题，赶紧拿它们来做练习，赶紧把它们准备到完美，用这些最独家的题目来帮你占尽先机，独占鳌头吧。 OK， 好，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 describe image DI 这一个部分。DI 这一次呢没有任何的这种额外的这种奇葩图的添加，但是这个老师还是帮助各位同学找出来了一道，这道呢也是我在之前考试当中遇到的 DI 原题。 OK， 所以同样是一道独家题目。那这么多的独家题目来帮助你拿下 PD 目标分，你还犹豫什么呢？ OK， 赶紧去下载我们的文字版真题预测吧。那本期预测其他的部分就都没有更新了，考试非常稳定，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看好 PD 大西瓜最独家的全球线上线下最强地表真题预测，用这份真题预测帮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拿到你的 PD 目标分吧。 OK， 那我们本期讲解就到这里咯，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咯，同学们拜拜。
拜。